因为如果你假设啦，你练习完之后，它就没办法就是复原了，有没有？它就做完了。那如果你想要再做练习，哇，那没有。所以我刚刚其实先做第一个，所以做练习的第一个动作，我会先把这个先复制一个。那复制的话就拖拉加 Ctrl 键，然后再把左键放开，这样就多一个了，有没有？啊，这个还保留。如果你练习完，好像刚刚这样，如果你假设哦，把它全部都执行了，OK，那底下是不是都有了？理论 Ctrl 向下，理论上应该到389，应该是对的，OK 哈。那至于说哈，后面这个号码，这个怎么做，怎么得到的，有没有？其实我是按 Ctrl 向下去找那个位置，啊，或者是你加66好像也可以了，好，有没有？它好像每一个的范围都是66。那可是问题来了，还有一个哈，就是最后当然我们其实只是需要得到什么呢？只是需要得到那个最有没有，就是 A 跟 B 栏啊，所以其实哦，D 栏这几栏的资料其实就可以删掉了。哦，那如果你要把它删掉的话呢，哈，当然，几个方法，就是最后当然再加一行啊，所以这5行其实就是把五个范围复制到 A 栏的哪一个位置，OK，哦。不过这边其实待会应该可以让它更，是不是能够更聪明一点？也就是说，它向下追踪的时候，哈，是不是可以自动找到这个数字的位置，而不是需要每一次？真的，因为如果将来这个资料夹会变动的话，那这样的话势必就变成你要重新再改这个程式了。OK，哈，好，那再来的话，我们最后呢再写一行，所以前面的话，哈，所以前面这个的话，第一个哈，这个是什么？第一个这个是，复制，那个五个范围哈。有没有到 A 栏的最下方？OK 哈，啊，当然你可以加个注解。假设你程式写完了，你不去，你怕忘记了，因为下面程式讲你一段时间没写，你就会忘了。OK，那你就可以加个注解。注解有个规则，就是哈，开头一定要是单引号。假设他看到单引号的话，那这个程式哦，它就不会执行，它就会把它视为是注解。后面的东西哈，就是给你自己看的。OK，所以这个可能要稍微记一下。那第二个的话呢，当然就是删掉旧资料。OK，所以哦，二的话哈，就是什么删除。应该是啊，删除五个范围资料，有没有？就是这五个范围。那程式该如何写哦？当然最简单的方法啊，如果以刚刚其实也是范围，所以哦，你就是先用 range 哦，开头一定 range。那 range 哪一个开始啊？就是 D1，所以哦，range D1 到哪里？到应该是 Ctrl 向下吧，我看到 Q 有没有？Q 的话理论上应该哦，你不能到 Q 的60啊，因为60就变删到这边，那你一定要到66哦，Q 的66。所以啊，如果你要删除的话，就是跟他讲说，哦，我要到 Q 的66，好，然后要做什么呢？删除资料。那其实删除资料的话也蛮简单的，像我的习惯写法这样啊，你就等于什么？等于没有东西，这样子的话就清除。OK，好，啊，当然也有别的写法，其实啊。比较正规的写法是这样，就是点什么？其实它里面有一道，clear 就清除了。这边有一道 clear contents，OK 哈，这个是你也可以用 clear contents，clear contents 其实就是等于刚刚等于空的啦。不过我是觉得好像等于空的程式比较短，有没有？而且比较好记，所以你就是好看习惯等于这样子。好，那我们就清掉了。OK，那我们程式。第二个部分就写完了，那我们来 run 一下，你会发现就把它 call 过来，这边就不见了，有没有？空掉了。好，那这样就完成了哈，我们的等于是第一个步骤了哈，所以这个程式的话，我们就第一个哦。那但是呢，这边你说程式写完了，好像似乎可以再让它更好，所以后面做的步骤哦，基本上都是，我把这一段盖过去好了，OK，大概这样。那我习惯我会把它用那个。Call pretty 啊，就是让它变得颜色，哦，让它变漂亮一点，应该可以看起来比较不会说都单一个颜色了哈。OK，好，
但是哈、哦，你会发现还是有一个地方不够完美了。OK， 比如说呢，我们刚刚这个地方到底应该要到哪一列抠过去？所以其实哈、哦，是不是有个方法哦，可以让这个抠到哪一列的这一个这个资料哈、哦，可以自动追踪到？那跟各位讲哈、哦，其实是有一个方法哈、哦。我们可以用追踪的，可是追踪的话呢，哈，这个有点像是我把它再回到刚刚啊，所以我刚刚有跟各位讲说，你最好复制一个来做，主要原因是因为，如果你假如已经做完了，它没办法 Ctrl Z， 没办法复原，所以我可以再怎么把这个再抠一次 ，OK 哈，那这个向下追踪的原理大概是这样，就是你游标放在 A1， 按一下 Ctrl 向下，那 Ctrl 向下的话，哈。它就会追踪到这个范围的最下面一列的位置停下来，那我只要知道说它停在哪一列，把它加一，那我就知道说哦，这个就是我要停的列号，那我就把那个列号、哦、把它补到那个什么，补到这个程式的下方就 OK。 所以这个66怎么来的，其实有个方法，就是我可以在上面加一个 R 好了， R 的变数哦，就可以取得这个66的值。那 R 这个变数、哦、要怎么向下追踪，它有个固定的用法，就是一样用 range。 我要怎么追踪呢、哦、我先从 A 的 A1 好了，因为我刚刚游标先放 A1， 意思就是我把游标放在 A1 储存格上面，然后按 Ctrl 向下，那 Ctrl 向下的话、哦、在那个 VBA 的叙述是就是点 END 啦， OK。那 END 的话呢，实际上哦，你会发现它刚跟那个 copy 不太一样， copy 是绿色的，像上面那个图示。那 END 的话是一只手拿着一个资料，那意思是说哦，它要帮你取得某个资料，什么资料？所以你可以什么点一下 END 前括弧什么样的资料？那你会发现哦，它有一个 Ctrl 向下，就是 XL down， 向右向左，向右向左向上，有没有？哎，其实道理一样哦。所以也是 Ctrl 向上下左右、哦、就是你要记一下点 END， 然后刮弧，刮弧这种选的了，我建议这种选不要自己打，因为自己打之前有同学这个应该是 XL， 可是之前有同学自己打 XE， 然后他看半天 E 跟 L 其实说的很难看出差异，我也看半天后来发现，哎，我说你是不是自己打的，对，你打什么打 E， 哦，原来难怪会错， OK， 所以你用选的绝对不会错，然后刮弧，那也就是说我们刚刚的动作是什么，就是 Ctrl 向下，那我想取得什么，取得这个里面的资料，这个是什么呢，它的列号，所以后面请你再加一个点，就是 Ctrl 向下之后，那请你取得什么，取得它是哪一列，那列的话呢，在 VBA 里面有一个属性名称、啊、有没有，有一只手拿一个资料嘛，就是 row， row 就列，意思是说它会把现在所停在的位置就是65的数字哦，帮你带到这边来，所以现在这一行的结果那就是65。哎，可是我要66啊，因为我要下一列，那怎么办？没关系，你就是后面再补个什么加一不就好了 ？OK 哈、哦，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取得 R 的话里面就放什么？放65加1 66，那我就可以怎么样？再把这个 R 放到哪里呢？放到这里面就好，所以，补到，不过补的话，因为它这个 A66 哦，它是一个完整的文字啦，所以如果你假设要放个 R 在后面的话，那记得哦，你可以把66先删掉，后面加一个串接，串接在 VBA 是 AND， 跟那个Excel 蛮像的，只是 Excel 里面前后不用空白，但是 VBA 要空白哈、哦，然后再串一个 R 在后面就可以了。好，那意思是说，哎，我得到一个66。然后我就把它补到后面去，那就是 A66 了 ，OK 哈、哦。但问题来了，那再来哈、哦，这个一样，这个也一样。但问题哈、哦，你如果说它抠过去之后，那变成说怎么样？你如果再要追踪的话，那势必哈、哦、这边还要 Ctrl C， 这边再一个，然后这边一样再把它改成什么？改成有没有向下追踪？所以这个我把它 Ctrl C。Ctrl V， 假设啊，全部都改这样，那变成说呢，哈，你如果要追踪的话，那势必呢，上面这一行
也要再补一个，好，这边也要，因为每一次的位置都不一样。OK， 但是哈、哦，衍生性的问题就来了。然后你说老师为什么这样，好像让程式变得更复杂了，对哈、哦？所以哈、哦，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让它更精简 ？OK，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好了哈。所以我把它 run 一下，理论上这样应该 OK 了。那如果说你现在一执行呢、啊，它应该理论上就全应该全部 OK 吧？我看一下，哎，把它游标放这里面执行一下，应该 OK 了哈。Ctrl 向下应该是到389，哎，没错。啊，不过程式我 run 太快了，你一下子来不及看了。我是教各位哈，你可以用一个方式，就是说哈，你可以按 F8， 或者按侦错里面的逐行。逐行的意思是说慢慢按 F8， 有没有 F8？ 然后你按这一行执行之后哈，哎，你就是可以看一下游标把它放在哪里，放在这个 R 的上方，它就会告诉我们说，哎，这个 R 目前存什么样的资料。有没有？那所以哦，你会发现，那这个 A66 有没有就 call 到 A66？ 啊，这我看不出来，你Ctrl向下一下，有没有？它就 call 过来到131嘛，哈。所以再来这一行的话，它是应该是多少？132有没有？132再 call 过来 ，call 到这边132 ，OK， 应该没错哈。然后再一次，这个的话呢198看一下Ctrl向下。197加一嘛，198那没错，就再 call，OK，、OK, 所以哦，一直往下 call。哦，那虽然解决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个 R 以后会变动的问题，可是哈、哦、又衍生另外一个问题啦，因为你会说，哎，程式好像老师这个感觉有点不够精简呢，可不可以让它变精简一点点？哦，这个我想我们待会再来看，啊，请各位哈、哦、先试试看向下追踪的部分哦，那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